好心呐！啊，他老是对你眉来眼去的，我看他老想对你动手动脚呀、啊。郭大爷，他可是个好人。好人啊！郭大爷，这白菜放哪儿啊？哎，你就放在门口吧。行，兰花，你说放哪儿就放哪儿，我的好兰花。难道这像个好人吗？这。兰花啊，你出来半年多了，你得多个心眼儿啊啊！你也了解他不了解啊？俺俩不是两口子。对吗？这还是不了解吗？啊，人心隔肚皮，你还是得多放着点啊，不能再给他好脸了。你笑啥呢？你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郭大爷，这白菜都放好了。耶。看你累得这一头汗，一头汗俺也不给你擦。虽然没有山丹丹组合的引人瞩目，也没有赵丽蓉老师的德高望重，蔡明凭借着自己亲和的表演风格和多变的形象，年复一年的在春晚的舞台上带给了我们不同的惊喜。小餐馆挺干净的啊，怎么样？这儿不错吧？啊，不错。老板娘长得跟包子似的。奥特曼呀！好家伙，这老板娘长得真像包子。老板娘，哎，有炒菜吗？他们这儿就会蒸包子，不会炒菜。您怎么也说这个呀？您别听他的，我们这儿啊，什么炒菜都有。啊，来一个溜肥肠。好嘞，溜肥肠。我吃溜肥肠。您不吃溜肥肠啊？那个肥肠多脏啊！您想想，那个肥肠原来里边装的什么呀？猪肺。好家伙，这真恶心的。瞎说什么？我这糊弄老爷子呢。哎，您点您的，您点您的。他们这个肥肠肯定洗过。哎啊，那就来一个红烧鱼。哎，我吃红烧鱼。不吃红烧鱼啊，那个吃鱼吃多了长鱼鳞，到时候您挠痒痒，哗啦哗啦的往地下掉皮皮。好家伙，这更恶心了，简直是。哎，行，你别走啊。不是，我这还吃得下去吗？你吃个蛤蟆干嘛呀？吃个蛤蟆干嘛？你还不饿了？我吃蛤蟆。吃什么蛤蟆呀？人家说话呢跟咱没关系。他怎么没关系啊？人家一点菜你先恶心，你让我怎么卖呀？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，溜肥肠红烧鱼我都要。我再来上一个。同志，我麻烦你点事啊，您能不能点菜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，别让他听见。我谢谢您了，我谢谢您，谢谢您了。来扎啤酒。你说他要啤酒。